当时还没有赢啊。嗯，我们乐观看待未来的发展。嗯，这样你联系过他？我们有透过不同管道联系他。2009年就踏入万豪圈，然后2010年就加入梁志坚的团队，然后都有跟那些基层领袖成长，然后都有密切的联系跟接洽。然后就是做了市员过后，这也更加不能够忽略，因为民生投诉直接是冲着我们市议员而来，然后都对万豪的地理环境一点都不陌生。如果取下了这万豪组一起首要的，当然是要成立自己一个良好的团队来服务人民，然后我觉得这个很重要，才能够整个服务团队才能够跟那个整个万豪居民接轨，然后大家还可以看到我们能够在万豪做些事情。